丝瓜桃仁。丝瓜桃仁是一道美食，属于丝家菜，主要原料为丝瓜、核桃等，香脆滑嫩，清淡适口。准备新鲜的核桃仁，碗中倒入温开水，将桃仁放入水中浸泡，浸泡好的桃仁剥皮，一点点去除外皮，包好的桃仁洗净备用。新鲜的丝瓜除去头尾，剥去丝瓜的表皮，洗净备用。把丝瓜切小段，大蒜切末，大葱切末，锅中倒入清水烧开，放入桃仁，水开后煮两分钟，煮好的桃仁捞出，沥干水分，锅中烧油，小火炒香葱蒜，放入丝瓜翻炒，加入少量清水，放入食用盐，翻炒均匀，放入少许鸡精，炒至丝瓜入味，放入准备好的桃仁，继续炒至加入少许水淀粉，翻炒均匀后出锅，营养丰富清淡适口的桃仁丝瓜就完成了。喜欢的加关注吧。